对不起，我忘了。你下楼拿一下饭。我现在一眼也不想看见你。哦，我点的外卖你见不着我。这么早你把我叫上，就为了逗着我是吧？为了过年，我愿意跟你吵架呀。真的，你对我好点。还敢走呀？不好意思，没反应过来。我连送礼薪资这又饿了吗？试试。